做咩？咪使卡啦，做咩咪得啦，唱。哦好啊，嗱我哋嗱我哋一齐唱啊！哦，一、二、三，又一唱齐，唱啲咩？快啲啦！只知道是时候拿着西瓜，伤心爱预留在问世之下。哇，真系好好听啊！呢一首。哇！真的哇！真係好好好聽啊！好好聽啊！其實我有幾條問題好想問一下你，就係、是、呢一首歌咧，嗱，不如可唔可以俾我講下我對呢首歌嘅感覺先咧？就係、是其實我睇個 MV 嘅時候咧，我係有啲流眼淚嘅，即係人哋覺得一定係唔開心嘅歌先至會流眼淚，但係我咧係覺得呢首歌係 sweet 到有一啲。好難得啊！即好似好難得會哇，原來而家嘅愛情好似揾好多人已經唔記得咗，原來係可以好簡單好少。嗯。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呢一首歌，其實你係點樣產生出嚟㗎？產生就係因為去一個婚禮啊，其實都唔係去一個婚禮啊，去咗幾個婚禮咁覺得男仔向自己另一半去承諾啊，或者講一啲。將來會是怎樣，即我成日都覺得將來會是怎樣，要講這些東西出來，其實對一個男仔來說是 很難講的、所以在音樂裡面講出來是易講一點，很多朋友都會即譬如、結婚的時候都會借一些歌的歌詞去表達自己，有時候說的真的很難講出來，但唱出來或者 call 回一些、歌詞的時候就會 call 一些，我自己都是那些人。但是呢，我覺得有很多人呢就會問這個問題了，其實我的孫兒是不是周柏豪的心聲？是，那當然啦，如果不是的話，不是，是不是你現在這一刻你是很想跟一個人說，但是你是不夠膽說，你借著這一首歌去說？我沒有東西不夠膽的做到今時今日我沒有東西，沒什麼不夠膽的，但是其實最主要這首歌是真的送給 Wendy 的，就是我的監製，就是他的婚禮而令到我很想構思，就是一開始我寫這首歌在家裡的時候，我是唱滴答答滴答嫁給我好嗎，滴答滴答嫁給我好嗎，即本身是這樣的，就是送給他，跟著想想想不如都貼一下詞，叫阿陳明軒貼一下詞，跟著把落只碟度出啦，咁就其實成咗事咯，其實好簡單嘅就係咁樣咯。咁跟住就反應咁好啦，本年度可以再好啲嘢，經過咗依個訪問之後再好啲。意思啊，第一次做主持。係喎，但係其實好啦，下一條問題。下一條就係、是、其實好想知道婚姻對於你嚟講係咩？即係人哋覺得啊靚仔，好似覺得同結婚嘅呢樣嘢好遙遠。同埋好似覺得靚仔一定花心，咁但係對於你嚟講，婚姻嘅意義係重唔重要咧？婚姻對我嚟講，梗係重要啦，好神聖添。咁但係都話嗰樣嘢就係夾要夾天時地利人和嘅時候，就真係要夾咯。即係又唔可以咁當結婚係一件咁係時候結啦就要結咯。但係都有個人人咩？即是結婚，即有些男仔會害怕，覺得我這一世就要跟這個女仔一起一生一世，即是沒得轉，即可能有些男仔會害怕，但你害怕嗎？我剛才即都說過了，我沒什麼好害怕最害怕就是我餓啦，拍攝就over 啦，好，最驚呢啲，唔係我而家唔驚，我而家唔驚，而家屌等緊，即係翻香港，我哋而家喺澳門咁樣做嘢，咁就再即係更加正常啦。即繼續做嘢啦，唔係間房唔係得我哋嘅，嗱我哋睇下，袁國軒，袁國軒嗱，都係邊個啦？係啦，好多人喺度嘅，要搞清楚先，費事又有啲等使嘅新聞出現啦。係啦，有 sofa 咁，跟住又。梳化了好啊，喂好咩啦，我未講完仲有幾個字先回到香港啊，哇五分幾鐘要剪嘅，喂咁
係咯，做好咗自己嘅工作先再做其他嘢啦。咁啊，今日就訪問阿連思雅啦，入咗行幾多年啊？入咗行四年。第四年。咁喺四年嘅時間裏面，你覺得做嘢做得開唔開心呢？同阿周師兄做嘢就最開心啦。認真。認真。有開心有唔開心嘅。但開心係啲咩？開心啊！開心係即係當好多嘢好似好順利嘅時候，咪開心啲。有啲咩好順利啊？你覺得最順利入咗行咁耐係啲乜嘢？即入咗行最開心嘅嘢，或者係咯，入咗行最開心嘅嘢係咩咧？最開心啊！我覺得最開心係今年年頭到此為止喺中文金曲攞到獎嗰陣時嗰個喜悦係好感動咯，第一次嗰種感動係會即刻流淚咯，感動到我唔記得咗多謝你。哦，多謝依啲嘢好咩嘅啫？但係我太緊張啦，因為。呢個係幾入行以嚟嗰、那個滿足感最大。咁有啲咩期望咧？梗係演唱會咯。幾時啊？你都係啱啱開喺九展，咁我諗我應該都冇咁快咯。我諗希望一兩年咯。咁俾個目標自己幾時去紅館開演唱會？而家入咗幾年啦？幾年啦？你而家入咗？我而家第三，入咗三年，今年第四年。哦，第四年。你俾自己幾耐啊？十年內？八年內？八年內。好啊。八年內。好啊，咁我哋四年後我哋再睇翻呢個 video 啦。好。好，拜拜。